掌声感谢来自我们的童话小镇的热情居民带来非常精彩表演，再次掌声送给他们。欢迎现场的各位来宾朋友们来到泰国会2016圣诞童话小镇。 哎，那么到底我们这个童话小镇上面呢，除了有热情好客的居民以外，还有什么精彩内容是不容错过的呢？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出我们的列车长随总来到我们舞台上，为大家分享，有请。 车长随总呢？你是谁呀？有没有觉得我长得很像谁？谁？我是童话小镇的居民圣诞小熊，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会为大家实现各种圣诞愿望哦。哦，原来是来自童话小镇上面的居民。那么在接下来的圣诞期间，你会有什么样的代表呢？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会和我的伙伴们为各位送上丰富的节目表演，用优美的歌声唱出动人的圣诞旋律，还有用管乐吹奏悠扬歌曲，还有用舞姿诠释新年新节拍，还有那个平安夜和倒数夜，还会在我家三楼举办派对哦，欢迎大家来参加。 另外呢，就是我跟我的团队呢一直以来都想把太古汇打造成为一个新鲜好玩的一个地方。今年我们就把这个童话世界带进来太古汇，可以看我身后的这个圣诞的一个装置哈，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有很多是来自北欧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建筑。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火车，可以从这个站一直开到上面，上面还有一些就是机动的一些礼物，也是我们首次来做的这些，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哇哦！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 VR 的这个游戏啊，如果喜欢就是 VR 的朋友呢，可以去后面的那个区域尝试，就是去玩一下这个 VR game。 另外呢，就是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主持人，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除了我们亮灯，是感恩节吗？对，今天确实是感恩节，非常棒。感恩节呢，我在这里利用这个机会，代表公司对每一个客户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 谢谢一直以来对太古汇的支持，说得太好了，真的太好了，非常感谢随总我们的精彩分享。那么其实呢，我本人也是深有体会，因为每一年来到太古汇这边给太古汇做主持的时候呢，我都会充满非常多的期待，因为每一次太古汇都给我到不一样的新鲜感，这是真心的。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来宾都是的吗？ 我相信掌声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在这里呢，真的非常感谢太古汇对顾客的用心。我想邀请在场的所有来宾朋友们，一起用热烈掌声送给太古汇。好，在这里再一次感谢随总精彩发言。那么接下来请随总您继续的留步。是的，因为我们童话小镇的居民也非常想跟我们随总一起合影留念。那么同时也邀请出我们的尊贵顾客代表李先生一家人，和我们的童话小镇的居民们一起合影留念。有请。